能把我先压进去，这个头难看哪也没事，多点钱吧，算是把钱就给度过了。接着还得等六级吧。把我先压进去了吗？可以的。 挖个矿吧，我说买个长剑也跟萃取差不多。 这一下就不给他 A 了，因为他的被动有点小痛。 升六，他没事，我也在等这个，躺下就不行。当死亡就要降临了。 正常叠 Q 爆叠不了的呀，他带个不灭瓜葛点，那么叠个蛋叠。
等大招，你怎么又开始 A 兵了？不是，大不了被硬抓嘛。 哎，我丢错了，他死了的。哎呦，我操！我在干什么？抽到另一个东西了。我要闪现 RQ 他的，但是我鼠标没点到他身上，你知道吧？ 把包给他吃了，犯病了。本来他死了，我能吃个塔皮。这把不好买 CD 鞋，这把买水银鞋。算了，先出着吧，先出，不行后期再换啊。傻逼了，我闪现没了，我闪现 RQ 挂点他死了。没事，他拆不动。 这件确实很快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要是你就送塔了啊，还少12层 Q 呢。 主要我想叠12层 Q 啊，不然早把他都锤死了。
Enemy double kill.我还特意等了一下，他那个延迟还挺多的，就是尽量往 W 走，能吸他的护甲，然后再去。黑暗封印都十层了，这不随便清后排兵，我九十点法强，我操！刘文可能会做什么能用？加十二能不果断吗？是不是还要犹豫？
顶着控制走啊，真的是需要一个选手很急，加点韧性。捡我，捡谁呢？说话，还真给你追上我了啊！你我的，不知道呀，谁给他的自信？他两件套追着我猛捡，我这可是克制 AP 的两件套，贼猛的。我刚刚看到什么装备亮灯了，应该是钱够了。我可是一个发育还不错的狗头。刚好二十分钟500克。不多也不少，正正好好。拿这么多，这是加强大的。咱们还指望那个龙王翻盘呢，格温还挺肥的。鬼炸汗水，不知道看到汗水我就想起了努力啊。我只看到了汗水与努力啊，没有看到一点数值啊，就跟主播这把狗头一样啊。这个我只看到了汗水和努力啊。